他肯定会更积极，会更拼命。这一场我等了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我就是为了复仇。我做了很多的针对性的备战，我会让他看到不一样的我。朱立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蒙古式摔跤的选手。李浩杰对于摔跤手转型为综合格斗选手，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针对的备战。虽然他是一个摔跤手，但是他有着极大开大合、不可捉摸的这种战力式的风格。在国内的综合格斗的选手当中，他的打击系的技术应该是说相当相当的细腻。他这个两年的双百万是靠的是运气好。当你在笼子里遇上我的时候，我让你看看是什么是运气和实力。这一场二番长，我要无情地摧毁你。